只有过往，却没有远方，只是不放的痴狂，怎会在多年以后变成这样？我们在伞下如此执着凝望，爱与歌是来回碰撞，向前手走不同的方向，是捆绑笑和泪光。我会祝福你，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哎，七十五平抽天别墅十八平大套房。快了吧？我看你都快中暑了。你干嘛？我还剩一个多小时就要被废了，你可怜我啊！七十五平客厅大别墅，全新装潢，一平只卖30万呢、哦，赶快来买，不买可惜哦！全新装潢，一平只卖30万呢、哦，七十五平客厅大别墅，10万要快哦！你话讲清楚，好好讲哦，要不然银亮还给我。你这句话很难讲成好。你话了，还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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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之前我们在伞下有这么多的回忆，可是现在我在开始为你播报新闻，北村经常发现遗失，死者年约35至35岁，现场留下遗失，你是因为当前女友与前前女友连续诈骗骗走1000多万元，经济压力不堪负荷，因此轻生。不会是瑞克吧？徐如天，赶紧接电话，快点啦！您拨的号码无回应，转接您信箱。不行不行！徐瑞克，真好笑啊，都被他骗这么多钱，门也不关，万一被小偷偷了怎么办？徐瑞克，哎，黄老师，谢谢啊，吃饱了。还好，他没事。不对啊，那万一他知道我这么急着找他，他一定会笑我的。不行，躲。